那现在为什么最喜欢哪个练习生？我最喜欢哪个练习生吗？ 有事吗？这个人，开始你的回答。最喜欢的练习生有很多，最爱的只有一个，他就是我本人。我面包没了。我面包没了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泡面包吗？ 还好，等我一下。老天爷啊，我面包没了啦！请开始你的发言。我就先问他，你确定你没生气吗？我没有生气。我对面那个人现在有点生气。我没有生气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差一点，差一点丢面包。 如果犯错误，硬要承认，但是呢，开这种没有意义的玩笑，我觉得不 OK。你是 真心觉得不 OK 吗？我觉得，当我面包吃完的那一刹那，我觉得世界就不一样了，人都不一样，就是我感觉身边人都离我而去了。导演他为什么要吃那么多面包？因为他在等他。我吗？ 所以你知道燕君为什么要吃面包吗？为什么？燕君吃的不是面包，是寂寞。你为什么要采用我的段子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问我说为什么连燕君都不换发色，因为我就是在等，我等到现在。